奇巧剧团推出《鞍马天狗》，由刘建国编剧导演，刘建华、李佩颖、韦以诚、李玉珍、孙诗文共同演出，融合歌仔戏、武侠、摇滚乐、豫剧、宝冢风格，打造华丽多元的魔幻写实戏剧，向 Opera 与歌仔戏历史致敬。公视表演厅《鞍马天狗》。